我是刚换的河长，来130号，6月21号，换站。今天有7分的发车是21次，欢迎八车进入北回用的树林了。压3点完成，要变成这样。压3点48分就会失灵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21，即将在改点之后就正式的北花又少一个来回车次。好，我们刚 R202，对，应该在休息202。好啦，也只能期盼说我们的21能够真的是劳苦功高，对吧？就之后就跑花东了，花东线，然后北回线，北花这条线就真的跟215跟了似的。啊，虽然也不知道215跟是要撑多久。先跟那些麻烦，2:09。